佢神個指數開始有事，2008年嗰啲已經。你等你摸佢只谷埋，你等我批俾你讀。買一個 crack 唔知有一次突然間唔知做咩突然間行開咗。係啊，佢係佢仲要唔係好。佢同我講，你睇我傾偈啊，我走啦。今日咁高，因為我哋平時咧覺得別人其實要攞五啲分，中通二十兩分，下面要 relax 咁瞓覺。咁今日咁高，特別唔同。啊 ？Are you gonna be a star？ 嗯 ？What a superstar！You're gonna be 咁我點啊？我你就企翻呢邊，跟住又係個 pat pat 對住我，咁啊照翻平時咁樣咁得咯。好。OK。呢時間你，哎呀，哇好乖！哇呢個好乖嘅 baby 嚟，哇呢個 baby 好乖，誒好合好呢、這個。啊 ，BB 叻啦 ，BB 啦，啊，啊 BB 媽又煮啲咩食？嚇，媽又煮咩食？誒，好叻噶，好叻噶，啊咩 ？Superstar 啦，做咗幾犀利？啊，嗰邊啊，轉過嚟未轉啊？轉過嚟幾年？得，你咁就 OK 啦。咁就中醫同西醫方面咧，咁大家都有佢嘅好處同埋佢有嘅弱處嘅。咁但係通常我哋睇病就第一都會用翻西醫嘅方法嚟診斷翻佢咩事啦。咁如果係急性嘅病，通常好多時都一定要用翻西醫嚟做法，因為佢呢個係佢個強處嚟嘅。咁有時去到某一個地步，咁啲動物會需要有啲調理啊咁嘅做法，或者係西醫方面做唔到嘅話，咁我哋就會用中醫嚟配合翻落去咯。咁我只不過即係盡翻一個主人即係應該要做嘅 mankind 嘅嘢，就希望佢舒服啲，即係有個 quality of life instead of 即係 suffer 咯，即係係咁咯。中醫比較係啦，中藥就比較嚟得，我諗係嚟得自然啲之外，就係嗰個殺傷力冇咁強咯。可能係爭少少嘅咯，咁但係大致上嗰啲穴位都係嗰啲地方，同埋都係同一樣嘅名嘅，就係嚟大約呢度啦。咁跟住就係一路落去下低個脾經，就呢度落去喺個腳入邊呢啲位咯。情緒病就通常會係頭頂啦、耳仔後邊呢度啦，咁跟住就會一路落翻去到心經啦，或者係心交經後邊呢度。會摸到佢側邊有兩嚿肌肉嘅，咁就係嗰啲位置，其實你一路慢慢咁樣打轉，一路轉落嚟，其實都 OK 噶啦。嗯哼，係啦。咁嗰啲位置就可能喺嗰個脊骨嗰度都有少少問題嘅，有啲伸直情嘅。嗰啲位置就，哎呦，去兩邊都 OK 喎。死啦！暈低啦！
在香港就比較幸運一點，因為就大部分香港人自己都可能看開中醫，還有由小到大都帶下來知道是譬如有什麼熱氣啊，或者怎樣有什麼不吃那些，那大部分都會對這一樣 會接受能力會比較高一點咯。那但當然會不會有些人初初都覺得、啊、好像有些不得不得這樣的心態都會有的，但是就現在就很少會有這個情況，即是多數我們看的多數都會是特意是來會是看這一樣東西咯，做個按摩啊，做個 SPA 咁咯，都唔會，都唔會嚇、啊！我反而覺得係中醫有中醫嘅好處咯，西醫亦都有西醫佢做到嘅嘢，中醫未必做到咁樣嚇。咁、啊、係兩個可以中西相輔相成咁樣去治療佢哋咯。嗯，好似阿 Doctor Yung 咁樣，即佢係會有中式療法。即係五行嗰啲咩金木水火土啊咁樣，亦都有西醫嘅另一個方法去醫啊咁樣，咁我覺得 OK 咯，嗯。